思路绝对是错的。幸亏林苍兰死了。我说这个粉丝怎么泡了半天都没有变化，原来是要用开水泡。我刚烧了一壶开水，现在把它倒掉。
之前经常有人问我这个收纳盒里面垫的纸是哪里买的，其实这个就是普通的烘焙纸，然后这个大小呢是我根据盒子的尺寸来裁剪的，正好这一盒姜片要用完了，然后这个纸也没有了，我今天正好要裁剪一些，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裁剪的吧。突然发现这个姜可能是在袋子里放久了，然后它比较潮湿就发霉了，然后有一股很明显的霉味，只能再买新的了。
今天还买了两盒麦片，这个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欧阳娜娜同款麦片，我有点好奇是什么味道，今天就买了一盒回来。这个呢是以前国内很火的蛋奶星星吧，他们说这个跟那个味道是一样的，然后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还蛮喜欢吃的，所以就买了一盒回来。它里面是一袋一袋的小包装，今天还买了一盆这个罗勒。